腾讯体育11月5日讯，希丁克公布了国奥队最新一期的32人集训名单，恒大上港各有4名球员入选，蒋胜龙、刘若凡等3名国青小将挑级入围，名单中还包括林良铭领衔的5位留洋小将。刘若凡凭借近期的出色表现成功越级，进入本次国奥集训名单。集训名单如下：广州恒大淘宝冯博轩、郭靖、郭靖小将杨立于上海上港，陈彬彬、陈威、李申源、雷文杰天津权健、吴伟和北华夏幸福、高华泽、薛天元广州富力、王正宇贵州恒丰、张元北京中和国安、郭全博重庆斯威、易聪耀上海绿地申花、丛振、蒋胜龙、刘若凡江苏苏宁、阿布都海米奇、黄子昌天津泰亚、谢维军河南建业、胡靖航北京人和、曹永进上海申鑫、未来之江绿城、白金明、同类新疆天山雪豹、迪利穆拉吉葡萄牙贡多马尔、姚道刚、黄聪葡萄牙吉马良斯、利扬西班牙阿尔梅里亚、林良铭葡萄牙阿罗卡。严鼎浩国奥本次集训的主要目的为备战接下来要进行的4国赛，他们的下一个对手将是泰国队。